头长的张嘎盖后圈都没吃过三下锅的，请举手。千掌给它切成豆腐皮儿，土豆、马铃薯和洋芋给它切成棒棒，洋葱给它切成块块，处理干净的肥肠切成小段。三下锅需要准备三分三素，所以我准备了七分八素。分菜我准备了肥肠、辣妞，还有这个炖好的牛肚。蔬菜我准备了土豆、马铃薯、洋芋，还有洋葱，还有这个豆皮、千掌。所有家伙准备一会了。过口茶，水开先将土豆、马铃薯、洋芋下锅，给它煮个28秒。煮得云里雾里的时候，倒入千掌豆皮儿，计时煮6秒钟，差不多有个二半了，捞出来，装到耳锅底下，再用这个水继续把肥肠煮一下，翻点翻点开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捞出来。也没人放筷子过哎。将辣妞下锅，不停的给它翻炒11下，炒出牛油，放入姜蒜，倒入肥肠。炒的焦干了，放一坨郫县豆瓣酱，给它擂出红油。倒入牛肚啊，这个牛肚我是提前炖好了的，翻炒3下，裹一波魔椒，炒出花椒味，香味出来，少加点水，不要加多了啊。调味我们基本不要放盐了，放点鸡精，搞少许生抽的提货味啊。有去过张嘎盖旅游的伙伴吗？你们吃过这道菜吗？这是当地必点的一道菜哟、哦。我们湖南隔壁的什么广州啊，什么陕西啊，都可以去玩玩吃吃啊。又煮的有个二八了，我们倒入洋葱，来一点胡椒粉，洋葱给它稍微翻一下哈，煮个半生不熟，再放入青红辣椒段，再给它摇3下，装到这个耳朵里，再放一把大蒜芽子，当地卖你188一份。不过分吧？你学会没有？